你们现在看到的照片是完全没有在动的，对吧？现在呢，我要新增一支影片，你们要很专注的看这支影片哦，因为在10到15秒之后，你会发现到这张照片其实是有在动的。如果有成功的话，记得要按赞、留言，然后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哦。准备好了吗？那我要计时倒数了，5、4、3、2、1，现在往上看吧，有看到吗？记得分享哦。